行程啊，从这个圣劳伦斯的古董市场结束了啊。圣劳伦斯古董市场我们也看了，分为南北两个楼，我们是在北楼啊结束的这个参观，还有买东西，买了两样，一个是最终砍完价花这个85加元买了一个装火柴的小盒，可以理解为人工打火机，然后还买了一个花5块钱5加币买了一个模型，还挺不错的。现在我们开车往东去，它这个东边大概车程4个多小时的渥太华啊，渥太华也是居住很适合居住的一个地儿啊，华人也不少啊，路上的话呢车速非常快，限速大概90到100左右，但是大家都开130了啊，我得专心开车。这台车呢Rubicon 牧马人，我们这个驾驶感受呢下集我们接着再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。我们开了大概有4个多小时，当然中途又去了趟超市，还吃了点午饭。一会儿啊，一会儿就到了渥太华了。渥太华这个城市怎么样呢？明天我们给大家好好的去拍一拍，聊一聊。今天到渥太华的时间大概是下午4点半5点的样子，我们先去入住。今天给大家选了一个很好玩的酒店啊，因为我出门，其实我住酒店的标准啊，大概有这么两种。一种呢比如主要是在北美啊，一种就是省钱，省钱的话基本上就住在汽车旅馆 motel。 一种呢就是你可以花钱，但是你也可以贵，但是一定要有特点。所以吧，今天这个当然也不是很贵，但是非常非常有特点啊。一会儿我们马上到了之后带大家好好拍拍这个酒店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是我们的房间啊，双人间。基本上呢就是以前的一个监狱的一个空间吧。但是如果是以前的监狱，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上厕所的地儿。那现在这儿的话，这边是改成了一个书桌啊，有个凳子，然后上面是放枕头的置物的东西。仅此而已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也没有厕所，也没有洗澡的地儿，都是公共的。这儿有面镜的，然后这儿有一个上下床，高低床，然后非常简单。这个，而且所有的这个门窗啊，除了你可能会暴露的地儿，它给你挡上了，然后上面跟脚底下都是镂空的，所以在这儿的话，要非常的小的声音，不要影响到其他人。啊，这个房间一天的价钱是140多加币，不便宜啊！体验体验，
大家还记得我们上回在那个牛津啊，牛津也住过一次监狱酒店，但那个监狱酒店就非常的奢华了，它是打通了好几个牢房，做成了一个大的房间，非常酷，这个就非常简陋了，不过也是一种体验。然后上面有一个这个透光的一个屋顶，然后它监狱分了几层，就是用监狱改成的酒店的房间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看看厕所，厕所还是挺大的。啊，我带大家去别的地儿再转转。那整个这个监狱酒店呢，一共有九层，然后第三层是前台，四到九层是住户啊，可以住在小牢房里。然后这二层是地下的，它是这儿，你看这儿有一个留言板，然后这儿有一个大的一个当时总的牢门。再往里看呢，是这个拱形的结构，这两侧这是休息的区域，这儿是一个吃饭的餐厅，然后前面是一个吧台，整个也都是当时这个监狱啊改的。你看那个吧台这儿都是铁窗，而且没有人。这个每间房子上面写的当时是谁被关里的，然后关的日子，1889年1月4号。这个哥们儿是一小偷啊，这417的，这人是一个喝多了被关起来了。我们看这419，这个什么猪脸是吗？叫猪脸，这个是神经病啊。这420是这个流浪汉，等等等等吧，那边就到男厕所了。美的劲儿还给了一个床单，虽然条件很艰苦，但是还是尽量弄得舒服一点。浴巾、枕头也都是就那种条纹的，应该不脏啊，但是感觉有点膈应，拿着浴巾垫着点。这是电源，这儿还有一个 USB， 在这儿，小台灯，就这样。哇塞，很多老的录像带，这还可以看，好多录像带。这我感觉现在小孩都没见过录像带了，都听 MP3， 听磁带的都少。If you have trouble programming your VCR, may we suggest a Panasonic? You see, you can program one straight out of the box without spending hours studying an instruction manual. Simply use the Panasonic 4-key Easy Programmer. It has just 4 big command buttons and confirms your choices on your TV screen. And that's all there really is to it. Easy.丁丁历险记，这录像带，这录像带肯定时间特短。以前我们小时候看录像带的时候，就看这个两边的厚度。如果它满了的话，基本上这是一个挺长的电影。像这两边都挺少的，这估计片长就不是很长。而美国包括就是北美哈，对这个正版的知识真的是太彻底了。咱都已经看光盘，他们还在看录像带，而现在保留的还这么好。